修这古迹，最主要就是说，那古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它古典证明能够让大家继续去欣赏。其实古迹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啊，或者是一个文化，它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一些遗迹。对这个文化资产这个重视是朝野都很注意的一个议题。指定为古迹，是表示通过政府的手，一个制度的干预，让这个地方受到重视，然后投入更多的资源来修复它。它的修复的理念就是尽量的不要有太大的干预它。那它里面的设备呢，要能够变成满足我们现代化的设备。它具有典范性质，而且可以说修复的非常有成效。对这个文化资产这个重视是朝野都很注意的一个议题。到目前为止在台湾有古迹跟历史建筑一共有差不多1500件，政府在这个不管是在日常维护管理以及修复再利用等等这方面认为是有一点成效了，但是有人批评认为说有些古迹立件修得不够理想。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说那我们也来办一个奖来肯定在古迹历史建筑就是文化资产修复再利用这方面有贡献的或者有成效的，有可以做典范性的个案也好，或者是个人团体企业都好，大概是设立的一个目的是这样子。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其实它基于军事上的需要跟殖民地治理的需要，它必须很深入的了解我们台湾的气候跟气象。这时候它是开始打算呢建置几个测候所，当时派来的是近藤久次郎这位气象专家，他带了一批技术人员来到我们台湾，大概将近3个月吧，他们交出一份报告给台湾总督府。总督府后来采纳他们报告里面建议的5个地点，就是目前的台北、台中、台南、恒春，还有离岛的澎湖。其实会选择在目前这个位置，设台南测候所的原因在于它的地势，因为当时是台南市地势最高的地方，我们称之为旧岭台地。如果你到这个测候所的顶楼，也就是它的圆形的风力塔的上方，在能见度很好的情况下，远眺你就能够看到安平港进出的船只，所以这里算是一个制高点。气象局的计划本来就是要把旧的测候所，就是现在的古迹要拆掉，要起一间较好的办公厅。但是我甲七政组长李组长，阮就谈到讲，这个古迹吼一定要留咧，因为台北一间古迹拆掉啊，澎湖一间古迹也拆掉啊，剩台南一间尔。一间若搁拆掉，煞变成讲过去测候所的情形是先做甚物款的，都无后代的人都无法度通去了解。
这个是1898年完成，然后1929年啊，在做整体的整修，整个那种形体上面，大的这种形体是没有改变，就是我们要忠于它最原始的是1929年那时候它的一种外表，像这些洗石子还有贴面砖，那像这些也是我这一次里头要如何去把它保存不拆下来，但是要能够让它继续存在啊，那就会想一些细部的一种处理。那对一个古迹，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是只是修硬体，硬体的这种目的能够让它反射到跟历史有关的事件，因为你有这种气象，要由这些来做一种传递的信息，而能够反映在这一栋建筑物上面，这就是这一栋的价值，这个绝对不能打折，一定要原原本本的啊，能够把它带给后代的人，让他去做了解。环壁建筑师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啊，这个要求的这个水准非常高的一个建筑师，所以在调查研究的过程里边啊，每一个地方都是要了解的清清楚楚。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把这个建筑物的生命把它展示出来，那这个在古迹修复呢，其实是我们非常追求的一件事。建筑是文化的一部分，它能够将不同时代的文化啊，那把它呈现在建筑上面，那更加的它具有一些历史的价值。这个是在台湾里头有关气象资讯的收集，它是最原始的地方啊，所以由这个建筑我们就可以去知道啊，在台湾气象的历史到底是怎么走过来。那现在是以前古老庙，你看它是画线，那这个是什么？它是一个铁丝红线。其实我觉得台南厕所它不仅是一种建筑上的意象，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的记忆，它其实还包含了世代交替跟整个气象观测技术演进的活见证。气象局为了将这栋具有历史意义的气象建筑呢加以活化再利用，我们目前已经将内部的空间规划成为结合了气象教育以及防灾宣导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目前呢是对外开放参观，同时呢我们也提供了非常详细的解说导览，随时欢迎大家光临我们这座古迹。
进入这个学校之前，你可以看到，校门口 很多大榕树。更重要的是，进了校门以后，这一栋是红楼，后面有一栋小礼堂，这是在民国1988年被台南市政府定为古迹。它的修复的理念就是尽量的不要有太大的干预它，那我们要从几数十年来的这种改变，要把它一直恢复到1922年左右的原建筑的形貌。因此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开始搞到修旧如旧，但是它的强度要能够返老还童。很不幸的哈，那学校新盖的时候，它加了很多新的建筑物，把它挤在一起。所以呢，我们第一件面对的就是说，这个学校要能够耐得过现在的强震。那所以呢，我们在经过耐震祥品之后，要把那个新盖的那几个新的建筑物跟它挤在一起的校联呐哈，拢给它切断。所以这样的话呢，它避免将来的地震来的时候对建筑物这个挤压。这是在第一个步骤，我们就考虑到一个建筑物的安全方面的要求。那我们呢，希望就着手它所有的各部分的，从墙体外面的外墙的除旧，我们要透过很多不同的工法试做，试做之后呢，然后还经过委员会的审查，同意之后呢，我们就想办法把它除掉。那举一个例子来讲哈。校门进来的时候，那个玄关后来贴了这个绿色的这个瓷砖，贴了好几层，有浅绿的，也有深绿的。那这一次呢，就是把它去除。那像这样子日治时期精致的这个建筑工艺呢，那么透过这个修复呢，就展现出来。在讲堂那个栋建筑物呢，把它屋顶呢把它换成钢板，那么外墙呢碰到红砖就把它刷油漆，碰到洗石子呢就给它涂水泥浆，面目全非了。那稍微反斗马的这种拱形的语汇，而且组合非常柔美，而且端庄，那么充满了一些非常浪漫的一种气氛，所以外墙上面呢，我们把它恢复原貌的时候，就看出来当年的一个学校的校舍的一个荣华，大方的一些色彩，跟它已经原有的构造的韵律，非常简洁有力，而且端庄的一个立面。那这个呢，是他们原来设计的东西。那我们也做到了。天花的上部呢是有屋架，那建筑师呢这一次也是一样，就是在适当的地方，那么透过这个玻璃打开灯光就可以展现这个屋架。我想呢，在学校里边呢，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教材。古迹的修复一定要结合再利用，就像这个老人他又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到里面的时候呢，会感受到这个老建筑又活起来了，他又在扮演
另外一个生命的这个功能。我相信说在这里面上课同学在那种不同的文化，在那种很优雅非常典雅的文化去上课，它是本身一种很好的敬教，而且一个学校教育场所能够保留古迹，对社会是一种示范，然后对先民的那种生活的那种美学我们也可以去感受到。因此我想在这里除了一般的教学之外，在古迹里面对美学的传承，对历史价值的传承，跟对那种先人的敬佩，我相信是无形中会一直影响我们学生的。是呢，它是在乾隆年间盖的，那它是仿照安西的龙山寺去建的，所以因此从它的历史来讲，或者从它的建筑的规模来讲，在台湾地区来讲的话，很少比它更规模更宏伟的。我是鹿港人，那么我们今天如果能够整修这个龙山寺的这个古迹，也是我们的福气，也是我们的责任。刚好这个时候呢，自己有这个经济能力又可以替地方做一些事情，所以就把这个责任就担下。整个龙山寺的修复过程当中这个属于这个木构件的部分大概有90%以上是维持的原始的这个材料的。那因为是用不落架的方式在修复所花费的成本时间都大概是新做的一倍以上。他经常讲说，王老师一定要做好，钱没有上限。这一点呢，就一个企业家来讲，就一个这个理念经济理念来讲，或是工程的理念来讲，是很可以去发挥的。他也经常强调慢工出细活，一定要尊重专业，讲求沟通。有时候我跟人家开玩笑说，总裁出钱的是没力的，没力的人为什么没有力量？因为他不可以决定要换哪一个柱子，要怎么样来修，他完全要尊重学者专家。像我们一个柱子腐朽了一半，这次不能换掉，要把这一半补起来。当你们在到龙山寺去看那个山门的那12根柱子，就是这样来的。那么应该有一个龙柱，龙柱下来呢要看到一个痕迹，大概叫移动，每移动一次就一个痕迹，说哦，这是每一次地震，那么这个龙柱呢就移一下，假如能够把它修好做好，让它恢复正常的位置，这个快乐这份的高兴也会不一样。我是认为这个古迹的修复当中应该让在台湾的这些中学生也好，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有机会就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是怎样去修的。每一砖一瓦编号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是我们的特色，让这些来
鹿港观光的每一位如愿以偿，让这些国外来的都一样，都能够到上面去绕道去做一个啊他们的一个拍照啦，做一个他们的一个啊成长的一个记录都有，这是我们非常欣慰有这种啊的一个做法。比方说他在施作的过程里面，他们做了很大的一些看板，那这个看板呢，就是比方说这个木头啊，木头要怎么加工，然后第一步怎么样，第二步啊怎么做，砖头要怎么砌，它这里有很多很多很细致的一个过程，我们看这些看板就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是我想古迹在修复中也还是要顾及到这个教育的问题。老外来的话，他就很惊艳，说这个庙宇怎么这么漂亮？因为在台湾的话，真的很少看到像龙山寺哈这么这种比较古色古香，而且比较没有那种商业气息的。以艺术的眼光来看，每个人的欣赏的角度哈不同啊，你也不能说叫每个人理念跟我们一样啊。可是大部分哈的人哈都觉得说修缮得很完整，很漂亮。其实呢，修这古迹最主要就是说，那古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它古典证明能够让大家继续去欣赏。但是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在一个精神上，大家应该在互相的合作，我们怎么样的来让这个社会更完美，就是有这个希望。我也从教堂安尼啊，哎，希望嘛常常来巡来看。很好，你讲得无量，我蛮真个感谢哦。我教堂来这拜，唔叫我们休息啊吼。很好，今到这这哦凉啊。其实这个是责任的，没什么。往后这个机会不多。你当你有资金的话，不见得有好的那么好的一个寺庙让你去整修。越有机会做一些事情，你越要考虑到回馈整个社会，就希望我们一个很小的一点在做，那大家能够去改变。从小是非常喜欢音乐，所以这么些年来我想对音乐就是一个嗜好，但是对这个艺文的这个兴趣我就一直没有中断过。我想这个跟最后我退休后选择做文化工作是有关系的。我一直都非常喜欢台湾，然后因为我是闽南人，所以我从很早第一次来台湾，我都对台湾有一份说不出来的亲切感。因为我听不懂国语，可是我完全听得懂台湾话。我想就从一个基本的一个文化的认同，是跟我很搭的。因为我非常喜欢古迹，喜欢那种老房子。那这个房子我想每一个人都很熟悉，因为它虽然很小，可是它很招摇啊，那个建筑很特别啊，中山北路又这么的大，所以每个人虽然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都会记得它，那我也不例外。那这个地方呢，我是把它当成一个宣导古迹教育的一个代言人，这个就是我给他的任务，他的工作就是这样子。那如何达到的话，就要看我们怎么样来规划，所以这个规划的部分是真的花了不少的时间。他是全中华民国第一个以个人的身份啊，自然人的身份呢出来认养一个古迹啊。那这个意义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古迹它通常是一个房子，那么
一般民众的观念都会认为说，哇，一个房子，那这个维护这个房子的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可是我觉得，陈国慈女士她突破了一般人的成见，一个个人也可以用他自己的力量来爱护一个古迹，投入一个文化资产。风刚吹过，树在动摇，叶子掉落，有秋天的味道，盛开的花。它的品种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古迹的再利用啊，是一个空间经营的工作。因为所谓的再利用，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啊。我对于再利用的一个定义是，如何让它融入到现在我们台湾的现代的生活的一个部分，而不只是把它供在那边，像一个古董摆在那边啊。我只是希望它活化，希望它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一个角色。可办，到最后我们把它定位为一个历史舞台，它是一个艺文空间，可它本身利用它的历史的这个舞台的这个性质来做各种的艺文的活动，可让民众不断地回到这个古迹。我觉得维持一个细微的品质的高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陈国慈女士经由台北故事馆作为一个起点，然后现在更进一步推广到府台街的洋楼，她等于是替台湾的古迹保存以至于古迹的再使用，树立下一个非常好的典范。第一，古迹是要活化的；第二，是政府跟民间应该合作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两个最大的动力。几年下来，我都感觉到我在像一个传教士，因为我到处去宣导这个概念，那我都会宣导跟他们说，这个润养古迹其实是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啊。一个信念出发的一个事情，变成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结果。从民众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这个古迹的再生，满足了他们一种的感情上的需求。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值得。总是认为那个古迹不是只有一间房子或者是一个阴影的东西，我觉得他认为他那东西是活的，是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他每次到那种地方，可能他可以马上就已经进入到那个房子盖好里面的人在所有的活动是什么样子的情况，他可能就是已经跟那个东西连在一起。看到这栋房子、啊、已经很烂了了、哦，我说这还重盖也没关系啊。他说这个更不能拆，这个很有那个研究价值、啊。他
他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小云山庄这个古建筑哈，那他非常喜欢，他跟我说，他这一辈子只要完成小云山庄，他就心满意足。后来就这样子，老师一直关心，一直就把他造建起来了。我们很感激这个洪老师，没有洪老师就没有这栋房子了。他在看重传统建筑的时候，他非常看重人的这件事情。那他其实不是把他觉得说我今天把它当作一个东西欣赏，我觉得它好，所以它应该被保存而已。他其实更看重人在这里的生活跟一切。其实呢，工匠早期工匠在砍的呢，他用力的地方，他也有他的次序，也有他的力道。可是呢，更重要呢，他有他的感情。这个感情呢，是他对这个建筑物的感情，他对业主的感情，所以他砍出来的时候呢，参差不齐。所以真的古迹每一次一修理呢，原件都要就是特别盯出来，都尽量把原件留在那里。他传给学生的不只是学问啦，对，我刚刚有很多求学问的方法，我觉得他教的更多。其实老师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其实就是他对人的关怀。很多东西其实我们常常是看到的是物的本身，可是老师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视野再去看这个领域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是影响我们最深的。其实老师在文化资产的研究上面出道了很早，从日本东京大学的研究回来之后，他就写了一本《古迹保存叙说》，那本书里面所提的观念跟想法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跟回响，可是到今天我们现在古迹保存很多的操作的观念跟做法，那本书上其实早就已经说到了，所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孤独的先行者。那洪先讲这个台湾传统建筑的这个课，再加上中日建筑的比较这个课，这个大概国内还少人出其右，那所以我们也在试着编，就是从他的讲稿还有他的那个录影，我们去编把他那个整个把它变成文字，还有他弄了很多幻灯片，我们也是打算就把它出版。我想那个就洪先生的心血就可以流传下去。30年相处30年，我觉得他是一个蛮话不多的人，他自己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不管是吃的啊、用的啊、穿的，真的很简单。我觉得他是不求名利的人。洪文雄先生对于古迹保存这一方面的贡献正在开始，很可惜他许多工作才做了一半，都是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置业。或许我们可以做的是期待洪先生的这些特点能够在他的学生的身上能够得到再现，能够得到继承。我认为这一次他获得古迹保存的特别奖，我觉得是实至名归。
第一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古迹历史建筑类颁奖典礼正式开始。那文资总管理处成立的时间虽然不长，应该说经由大家这段时间的一个努力啊，其实也看到不少的一个成果。那这个保存奖是王寿来王主任他非常辛苦的把它规划出来的，也得到各界非常高度的一个瞩目。所以这个奖啊，其实只是对于他们的投入、他们的辛劳，那么以及这个成果来做一个肯定。从刚才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王主任委员的致辞，我们仿佛又重新回味欣赏了在台湾地区很多非常值得品味欣赏的文化的资产。因为有大家的帮忙，我们台湾的很多珍贵的历史文化古迹跟资产就能够一半接过一半，永远传给我们的后代。最后，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希望这个我们评选出来的这个得奖者，不管是保存贡献奖好，保存维护奖也好，能够在业界能够获得认同。所以在整个这个办法是经过不断的开咨询会议啊，最后才定案的。所以字斟句酌了，希望这个办法能够周延，能够不要有遗珠之憾了。本来今年提这个东西还是有点赶了，最后我们的同仁还是克服万难啊，然后把这个国家第一届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能够办成功，我是很感谢所有的评审，也感谢我的工作伙伴。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要有一种有意义，有文化背景，因为文资本来就是我们祖先留下来很重要的一个聪明才智创作的一些痕迹。所以我在想说，你挖普青天就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想用那个你挖的这个造型，而且女性基本上来说比较有耐性，所以我用女性的这个造型来做这个脸型。那旁边有两个是囚笼啊，因为在我们的很多古代的建筑里面都有很多囚笼在上面，所以我用两只囚笼在上面，好像他的手一样，可以什么地方损坏就可以去修补这样。那千锤百炼是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用锤子，所以我用锤子去锤出来的造型，那造型整个来说它像个狮子的这个头的造型。另外呢，就是它的那个纹路里面像个鱼一样，所以就是狮子跟鱼在我们的古代的建筑里面都有这个造型非常的多，所以也有传统的意思里面。那我用现代的形式符号来表现，那我想热衷于文资这方面的朋友或者是先进，我想他们应该可以跟我心境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我用这样种态度去做完成这件作品这样。Thank you.